条大道呢叫做菩提大道。那么据说这个释迦牟尼啊，当年就是在菩提树下修炼成佛的。为虚空中出世救人，万家相随，喜悦开泰。那么当他打开的时候，喷泉浇顶的时候，这种祥瑞意象展现的。走了，上去了。啊，这活计就活计就这样。